等一下，我们的重点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制作信念传送符。那好像很多人问我说，这个缩图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昨天，因为经过了 W 的事件，还有 RO 的事件之后，很多人私讯百鬼的粉专，都在问他说，他之后老板的下一款游戏是什么呢？其实你们不用担心啦、啊。为什么封面是用左为呢？因为近藤光在失去左为之后，苦苦的追寻啊，说到底哪里可以找到左为？其实找了半天，他会发现原来左为就在你身边，就在你平常日常的棋盘里面。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啦、啊，现在天堂还有他的影子在。我们就继续完成他这一个天堂 M 的成长之路吧。那对于百鬼这个账号后续会怎么培养呢？我大概跟你们讲几个方向好了。成长部分就是可能装备提升、收集品提升、卡池提升、卡池觉醒这些机体提升的部分。现在我们就是按照规划把它剩下的缺的部分慢慢搞起来。好的，那我们等一下等老板那边连线完成，我们再来制作吧。来切换，好了，这一只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制作信念二楼符的角色。来，零枪，我今天有帮他额外多准备二十几张了。如果他临时有需要，就是身上钻如果不够，他要加码的话，我也帮他准备好了二十张的加码量，大概今天总计是将近100万钻吧，给他去玩。好，他要脸了。白鬼说他要制作了，他灵感来了，然后700颗袋子，看他要买几个。药水先帮他买，我跟他说，我帮他买好了。那个要做这一个，来吧，两发就中了啦，5%，5%，直接不演了。上一次我直接他又要买了，哦，他还要买、欸，其实我觉得会中啊。好，给他做啦，给他做，给他做。哇，他做这么多药水，5%，一发就中吧，5%。我们今天提早下课，拜托拜托，机器聊天室一波七刷起来，开始刷，中了，干失败。赶快刷，刷的越快越有机会中奖，拜托！1200、1002个人帮我集气一下，中了！拜托拜托，一定要中，一定要中！第三轮，没错，信念二楼符。但我不行，我们的备用卡不能用上，备用卡绝对不能用上。他做好做满，啊！拜托拜托，5%，5%。哇！有了啦！哇，终于有信念二楼符可以飞来飞去了！哇，期望值哎！好 ，OK， 那我们这2000多个啊，就等明天压一下支配符啊！哦，舒服了，各位，今天 KPI 结束。哇，看好爽，做一发49000，可以了，5%制作，7次做出来。总共多少钻做出来哦？我们刚开台是77万钻嘛，77万钻，我看要剩多少？44万钻，所以我这边药水加身上有44万钻，所以我们花了33万钻做出来一个信二符。我觉得以5%来说，33万钻可能可以让你买二楼卷飞的乱七八糟啊。不过压出船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你可以无限飞，你不用担心身上卷不够。哇，二楼符，我贴给那个代开看一下。一楼符要压吗？嗯，一楼符不用吧？看一楼卷这么好收，信念符之后还会再出制作。明天我们要先把药水拿去做支配，他这2000多罐水留着做支配吧，不用去做一楼啦。我们讨论完了，
如果一流的价格比较低啊，可能400我就跟他说可以再看啦、啊、可是价格一样，当然选择比较有 CP 值的啊，一流没这么珍贵。那资费服的话，可能会先从高楼层，先从奥十的开始压吧。他现在船服，这只船服没有全满啊，我记得这只船服是没有全楼层满的，所以我们会从十楼一直往下压下来。哎，不是压几次的问题，压一次49000，压一次49000啊，孩子。49000等于多少台币？你们可以算一下，大概32000到34000台币啊。好，我们去信念二楼玩看看。看，好爽哦！原来二楼服这么爽哦，可惜我压不了。我今天觉得好轻松哦，突然之后没事干了。我现在好兴奋哦！我跟你讲，我们那时候算啊，做一发纪念服啊，是49090钻，5%嘛，所以期望值我们先抓20次中一箱，所以49090乘以20。大概是980000左右的钻量，可以拼一次期望值。我们只花不到一半，所以刚刚白鬼他刚还赖我说我们这样花多少钱，我说大概不到一半吧，33万。他说哇，很省哎、欸。我说相对期望值来说是省的啦，但这个33万对我们来说还是蛮高的，一般的人还是不会拼啊，小玩家是不会拼的。好了，就先到这里，感谢你们各位的收看，我是丁丁，我们。下次再会咯，喜欢我的频道帮我点个订阅，点个赞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啦。看，好爽哦！原来二楼服这么爽哦。